片的 Jennie 即将在10月推出新作品回归，让粉丝们十分期待。日前，她透过经纪公司公开了一段录音档，透过语音的方式亲自向粉丝们预告回归。Jennie 在录音档中向粉丝们打招呼时说道 ：“Hi Rubies。”被猜测官方粉丝名称可能就是 Ruby。Hi Rubies, it's Jennie. Stay tuned and see you soon.Love you, bye. 由于 Jennie 的英文名字中间名就是 Ruby， 因此 Rubies 这个称呼让粉丝们十分感动，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歌手全恩飞的官方粉丝名称是 Ruby， 两者的韩文发音是一样的，意外引发了争议。对此 ，Jennie 所属的 OA 娱乐表示，官方粉丝名称并非外界谣传的 Ruby， 只是艺人在和粉丝沟通时随意使用的称呼，澄清了这个误会。